进步，山中那虎，天机灵，果灵，国号大同，地号由我将管理，世民世位，所将虎王加兵，江山由我定基，可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秋都归空，马虎南山。家家户户，家门不闭，穿的官人心意，默默把官辅助，上天扶持，才让我能决定几代保地位。今天我给这条论事，先帮六门何事要走？嘿，赵洪兄，何事？为甚在要调棚？听见将军报税。四川地方，各国百姓叫苦连天，请皇上多开国库赈灾。是吗？一有听清歌。一早本一四川地的老金由我中间会当告诉的，是风调雨顺。今个因由大川两岸，好技术是过年中间以来，可算是风调雨顺。而且伫地板机哪里来？既然四川老下金，请嫁过来。万岁！寡人感觉非常疑问，为甚物四川老下金是我必须不干？哪里便利出兵，大开国库，往到四川入去，争取真济就是。为甚领旨再造皇室啊？何事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一方将登基大祸无关，若要平息。背着灵吉安联过去，为甚你们听说当城门的所在有一位尚书名唤范天公？少年前辈算是非常的厉害，明识天文地理，你无困难向他哀求，伊就一一为您拜拜。洪兄，我要出现在大大请洪兄，你亲身离家，打扮得新，当城门的所在拜访这位的尚书范天公，无一定伊会来甲你斗三工，予咱大同日后洪兄江山万年久远。哎呀！这清家的建议，寡人听到这相思，也既然如此下淡定。寡人来有话，要来交代你。我就是打扮。
心，我到风向话，哪里将来一切，不过大风小事无。也去人家为我那一主持，也为心愿意，是黑板，大嘴啊你。我听啊，红是用的红心，如果小心啊，他要紧啊。不必为了读书，为了这样啊心，不只用的他要紧啊。只是一天想回家后中。边走我飞不飘，哪里啊？是拜家飞哦，叫当家。洪世勇，你将咋办的心？王张是我的是走出的先人，望天庇佑，得出现在那是大同之后。我要准备回转相府，小心
记过君王，苏统平是啥君王？哈哈哈！哦哦哦，王妃，你的郎君金轩，我个五九年来，虽然欢喜会当看到苏统平，兼顾另外一桩代志，有我有心嘛，君王，为是你？你总是为国事伫咧操烦，看你本事啊，秋味享受在眼前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你看起来闷闷不乐啊。苏统，就说不定，你可了解今天五级三条，全家对我塑造，为顶全家对我提水，四川伫咧楼下近远，你为如此，我叫下全家。说必大开各国要来征战，严格伊对我提税，既然无见无过四川大华，四川的当讲算起地理好环境，老可怜无见无过老地五子数，一定输出必有因，所以对我提税，是比天人更多。在下当地县官，有一位尚书名叫范天公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知未来，知过去。如果本来当将他聘请回乡，为作护国军师，会当帮助我的江山天可万年。因为如此，我拢到九年人，想要对你提税，我有意来打扮白身，我到奉承我。原来如此，辛苦君王你了。既是如此，为了四川之事，你也来打扮白身，要往到凤城外里去，找找这个范天师。既是如此，那呢，君王，确实需要以你当齐出宫里去无？当然，以前我爱妃，你若认为讲，你惊讲孤我，哎，无错啊。你那水果都用打扮白身，咱夫妻嘛得沿路行，沿路佚佗。你来暗访民心，多谈军情。也如果讲你那女作家根本不方便，那呢，为君我嘛唔敢强人所难咯。君哦，我知影，你也是为我伫咧设想。可是如今，我也身为朝阳成婚，讲起来。也是大国之妙，不管怎样，天下大事我也有责任。既是如此，我就以君王同齐暗访民心里去，也是我的好主同啊，好将好水，哪内中准备一切，才准备往高峰下我来去，如是配合去吧。上书啊，真正足厉害！哎，进来，查某呀！哎呀，哎呀，阿妈，哎呦，你阿后边阿遐尼慢点，你换上书带走，特别安怎？跟你讲诶，我知啦。你即马才得消息咯？你敢知影？迄顶几工啊哦，我咧接到消息啦咧，迄东城诶所在无，一个算命先生啊，哎呦，夭寿骨咯！我甲伊讲吼，我安尼哦，食到已经要59岁啊，我拜托拜托，我拢还未生呢。伊讲哦，搞四岁尔，哎呦，夭寿骨，我怎马上有心啊？真的假的？哎呦呦呦！安尼哦，哦，我你知做呀？哦，你差咁创啊？哎呀，我无伊个手款来包起啊，我啊，你是安那？你安那？朋友面干安尼？无啊，你敢知影吼？我囝最出事到即马已经倒坐安尼，啊，对早起敲到暗时拢敲袂煞，敲袂煞。对，啊，你是讲要安怎啦？敲袂煞。下昏了个要死。阮同你讲尔，阮两个小姐要来去东城的所在，找伊的算命先生，我要来去甲伊感谢一下。你敢知影？迄华林社呢？安那，小龙是恁社。你会记无？迄大庙小庙，我拢拜甲无爱拜啊！我求神托佛，就是希望讲，我会使替阮人安尼生一个囝嘞。你敢知影？迄算命先生甲我催生了哦！哎呦，我咧甲阮翁安尼
年啊拼，你来拼，拼一个，即马巴肚内已经一个啊。你即马巴肚有一个啊？系啊，系哦，西施公哦，我得个内底有十二只哦。十二只，该收下啦。哎，伊那有可能是用接来算啊？袂使用接嘛？哦，我两捌算过啊。哎呀，你爱跟那有可能十二个啊？啊，我边哪知啦？即马巴肚内有要算过啊咧？叫你去，来去，我甲你讲，你找伊个算命先生，甲你问看卖。啊，唔该，记得咧，我先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感谢咱的亲友小苏南配音小生新单票6000元，也阁有咱上客亲友小苏南配音小生新单票10000元，谢谢。也阁有咱的亲友，谢谢咱亲友小苏南配音小生新单票20000元，谢谢。感谢这亲友小苏南配音小生，这手机我哩是摕着恁一个红，我哩荣华富贵一世人，我哩到目前在消费万年香亲友啊，谢谢你。你听我，为你为人生命，世中皆是福人君啊，保护百姓。一心为人民来解决难题，人生解决难题啊！
风声画里来，只是讲这座路上，范铁讲这座，伊实在阿哩，咱要为倒一个方向前往啊？敌人军飞，打败敌心，往到风声画里来，无命令军师前来报复，也来到此地，连续当街声话，来到此地并无关键，有人摆摊算命，哪里我是为倒自己？大海无知啊嘛，是啊。哎，下面的进来啦，进来啦，咩要延迟啦？阿公进来，进来给我擦一下哈，阿擦啦。啊，你讲的那是真正还是假的啦？啊，我敢会甲你骗你呐？我到即卖财神，我哪有可能甲你骗啦？你看平常时我咧巴肚拢无消息对无？对啊。这是事实啦，我咧有求神拜神啊咧，求个歪求啊咧，迄都是怨天公，迄个算命先生。哦，这里啊，慈悲为怀，甲阮咧算算个了哦，马上就有心啊，进来去甲人拜谢啊！啊，你是哪里算？肯定个啊，我今日啊，今日过来查一查。师傅，你有听到无？范秀书，因即马要去找因，哪里？咱着随伊背后斗阵来看卖。嗯，行，等一下，来去。走。来到中间所在，因准备摆摊做生意。走，阿公。哎呀，先生啊！哎呀，先生老来了。哎呀，你有够有心呐、啊！啊，对啦，对啦，我想讲要替阮人安尼团众接待，啊，记着你，你今日给我算算的了。啊，娘喂，我这天哦，第九天啊呢，第三九年生囝啦。虽然。身为国家，伫咧征善报国，但是你讲该使坐一下，迄有心人袂堪你徛咧。你逐摆若是生囡仔落来，你毋是讲你特别减肥吗？哎呦，你继续使落去，你永远拢无法度使。哎呦，阮人吼看到囡仔就欢喜甲，我想讲哦，即天生生的卖生啊，专干来遮甲你洗多些啦。毋免洗多些哦，人讲有囝有囝命哦，无囝是天注定哦。算起来，你有处好运呐！啊，安那个好运呐、啊！你唔带第九梯，你会是做大团员。啊，你好威武啦！啊、是做大团员呐，阮全家拢怕完的。你巴肚内是双胞胎？有来双胞胎啦，有无？你无感觉你巴肚愈来愈大？哎呦，愈来愈大啦！啊，唔知好势啊，歹势哦。放心啦、啊，你个体格一定介好势。啊，真个也假个啦！倒倒去泰山。我倒来去哈，啊，歹势啦，行路有心啦，拢安尼啦。哎，赶紧买人。好啊，好啊。哎呦，歹势啊！这有啥问题是？哎呦，阮某伊个手环、腰环无去啊，啊，唔知是出一个贼仔布家偷去啊啦。你讲，恁某玉环不见，叫人碰去。嘿啦嘿啦，一定是有人偷。那你我问你。你莫八字，你敢知？迄个出世，迄个六月初四啊。六月初四，什么事？五时。六月初四，五时出世嘛。哎、欸，今再吹算，我只会使，你有问题需要拜拜。着着你暗内，你讲厨房吼，好，安尼我倒去找，我倒去找。你暗内底，好好好，先生啊，你有啥问题？你唔知啊，阮囝吼对倒坐了，即卖对早起卡到暗时，拢卡袂煞呢。恁囝啥物时阵出世？九月二十三。着恁翁犯事啊，犯事。才会打到叫，才会三更半夜嚎到大细声。安尼是要排解咧？解决的方法，讲予你知影。你往昔的南方所在，三更穿袖解祈求，讲恁囝出世的时阵，排八字排药匙。
这无小心关着南方地线，并非故意，必定会平安无大事。好，无问题，安尼我随来去拜拜。先倒转去。多谢。啊，要求您平安，哪一无事件？哎呦，真正的，好在阮某的厨房内底啊，比卡内底吹掉啊啦。讲真实哩。哎呀，我迄某啊，咧煮物件的时阵无注意啊，啊落落去啦。无大事就好。哎呦，哎，吃吃吃，一点仔迄个狐狸的。汤山，谢谢哈，先生啊，你讲的真正对呢。当南坡所在三支亲友拜拜了后，真正有较好油气呢。真是哦。是啊，啊，这淡薄意思哦，我给你拍广告啦。多谢你。别，再给他。上司请了，请了，不知有什么事情吗？今天来到此地。彼必听极多，圣书里上帝天文，下帝地理，圣书非常古巧，要我是远方来的，记住不惊啥，希望圣书替我看哦。观看公书里，体悟非凡，心酸丢断，应该是无事相求之人啊。我有事，无事。甘讲还上书的无西莫，人生无欲无求，更何况公诉你天庭八万，头戴面树红，不定会是平凡之人呐。哪里敢问上书，你算得出我并非平凡人？那呢？到底我是什么种人呢？那呢？老还公诉你，向前三步，好啊！你本来再退三步，台中府南出行，有一无停处理，地震体为英雄，涉世无车为顺德，好口才，滚来！为我解决的阿总，我一时相求车子，对我回转不惊心哦，我未来忧心，想你来骗车。我做名清歌，天行断事啊。真心要邀请你进京城，也望你答应阮翁某的故事，也为了百姓心无惊。人讲人生在世，我是不求名利，只伫只送命赚金钱。请恁原谅，我也答谢恁的好意。秀叔，我人生冤酸，甲帝王提下事，不来叫恁所难为事呀。还秀叔，贵客降临，原来你动身厉害，关键我今下你服务，你就得推算，我是帝王尊上，既然有心聘请。我甲后宫，你既然有心提示，君主就无叫您疏懒，也无犯小事。如果讲当真有这么一日，我若有事叫来上班，
望你当场给我提醒呀、啊，九五之尊，果然是有我的用，也是百姓之福。今天大家光临，来到我这个小摊，也算是我的福运。相逢帝王看我有气，但人生每人所求不相同，我只希望以百姓相处，帮助人民。卡叔公，人讲一日风景深似海，高薪斗角的日子，我是最不来呀。好一日范尚书，你嘴尖计来呀，并非如此。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你无爱为官，我也要恭迎苏兰。那安尼，我这时就依你哩，飞落皇上。范尚书，你敢那会算？哪里？我要问你，我一卡前一卡后，到底我要扫伊啊，唔扫？请问皇上，你可知有我关天公是要上你老爷、啊、不老啊？好口才，好口才，英雄！哈哈哈啊！大家讲人来高处地，得意中结束在摆摊做生意，只希望会当做福人群咯。来去来去耶！饭的呢，啊，钓鱼，我都安尼丰收好过年，啊，若钓无鱼，我咧裤带下咧，安尼连腰嘛腰咧几啊个月，无法度啦。好家在呢，我是无家庭的呢，伊若无，我是要咧饲某饲囝仔咧，你规口罩扣我一个食穿就好啊。唉，也毋过嘛是安怎啦？嘿哦，毋知哦，最近啊，迄天气安尼变化了后哦，我逐天都足骨力咧，出来钓鱼，啊，你若有钓无半只咧，连淡薄仔骨力都无啦，啊，可怜。今日你给我一摆机会就好，你若搁抓无，我决定啊！我阿个从小也无爱抓鱼啊，我规日来去卖菜，卖菜较赢啦，青菜都有人个卖，毛收去对无？好再卖起来，准备啦，我这四个字来得白个嘞，来去抓淡薄仔金鱼就是来去耶！呀，人我赶紧是为来去。Okay.
乖就是安尼啦，这样一连我行下，这就是海边啊所在。这个较差嘞，这叫做差歌，速通行掠鱼仔。君啊，你家看卖，这海滩之上，还有一个少年人，也伫遐咧拍鱼。安尼是伫咧拍鱼啊？这嘛是全家对到口水，我唔是知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拍戏也爱有一笔功夫啊！当然啦，人伫咧讲行行出状元，当然世事是刁刁难。是啊，原来是说什么款的意思？连海草都无啦，得可比一比，风调雨顺连太平年呀！我这个死人年嘞，无人年啦！我这个苦受年嘞，真是啊！好起来！是什么？滚哦！你那去做？全部拢粪扫啦！哈！你即摆是啦，现代人拢无咧做环保了对哇？凊彩甲爱甲输落啊，跑脱皮，拢下落去海边啊，海死一挂海龟。少年啊！即摆一个人整天，我拢用铁啊手工，俺手拢少年去啊！从阿位啊？都有代志要问你，抓无伊心情无好呢，你唔知吗？你忙个抓着抓鱼啊？你敢无方便？你都话像我代志要问你啊？对啦，少年家，什么事情？啊，你这人嘛真笑亏。啊，不单单一只啊，伫咧讲风调雨顺太平年，要你单单是安那美工，什么死人年无人年？为什么你若出嘴无好话，出言来上气？哎呦！什么人要出事无好话？迄若无好话，就是有原因的，对无？何是原因？你讲什么风调雨顺太平年？来啊！是啊，我问你，你讲话了哦，阮这百姓，大家过生活，倒位你的风调雨顺啊？哈，天气这哪多变化，大家人日子这歹过着。百姓会当安居乐业，平安就是福，算得上风调雨顺太平啊！听死谁？迄若是好过年，我敢有需要一只怨叹？那是我一个人代表千万人的心声，因只不过唔敢讲出嘴尔，对无？我代替因表达出来。即摆皇帝创啥话哈？创啥？皇帝就是哈，伫个皇宫内个食好穿好做勤劳，拢唔知影百姓生活过得偌尔困苦的。你叫我讲我话皇帝来做我这个阿家人去掠伊啊！